送给你的。净闹呢，你赶紧起来，红旭，别闹。反正我也没有女朋友。这又干啥呀？明天早晨呢，这俩孩子有活动，学校用红领巾，我这不头下儿给送去，省明天起大早啊。你快去，快点回来，我还没吃饭呢。你这一天天，你饿死鬼托生的。把你还忙够呛啊！你瞅瞅。姐，这花咋办呢？这花今天放一天，明天也卖不出去了。你拿回家吧。我拿回家多可惜呀，我也没有人送呢。红旭啊，你说姐跟你说多少回了，你现在年龄也不小了，你就应该找一个合适的女孩，抓紧时间处对象。你说你要是有女朋友，这花也不至于浪费了，你就直接送给你女朋友多好。一点都不听话，姐。送给你的。净闹呢，你赶紧起来，红旭，别闹。反正我也没有女朋友，这花就送给你。干啥呀你？你赶紧起来。如果你要不收下的话，我就不起来。你干啥呀？这是你，你赶紧起来，赶紧起来。你说这花啊，送给我是真可惜了。咱还是给他送去。啊？不是不送了吗？不送二丫，送青莲。这个主意好啊！哎呀，老四啊，嗯，你说你还有心看着书呢？都出事儿了，你老激挠干啥呀？啥叫激挠的呀？那英子和那刘红旭俩人又整一块儿去了。你看你，我心里有别的事儿呢，我正看书呢，正好你回来，我要跟你探讨一下呢。就最近这个，我看这些书呢，破案这些书呢，根本没有咱家这种案例，但是我在36计里呢，我找出两条，一个是暗度陈仓，还有一个浑水摸鱼。你行了，你可别跟那啥浑水摸鱼了。那刘红旭呀、啊，都给英子送花了，是不是就红旭啊？对呀、啊，没事儿啊，我寻换人了，你瞅你那状态。不是红旭送英子花，送人俩是送花了，这送花有啥关系啊？你说这话不对，那分怎么送的花？那家单腿跪地呀、啊，跟那还送一束鲜花，完就送给英子，有说有笑的，完英子把那鲜花接过去了，你说那是怎么回事？啊！我说你们这思维怎么这么龌龊呢？人家系个鞋带正赶巧了，这你怎么这么想呢？行，我可不跟你唠了，我跟你唠真是对牛弹琴。